耶！我的截图好棒哦。有有有，我有一个眼壳，谢谢。不要眼壳啊！我看没有，你东西好少哦，是不是死啊？有问题啊？有可能。给你看，给你分享，给你我的结算画面。直接抓一脚一爪抓死，一掌抓死。原来就差那点伤害。他刚如果在开大的时候，我戳他，他应该也会死。啊！我先来试试看，做不掉，做不掉，就很好了。是装备是做伪王的装哦。对啊，我看他一整套啊。是五套都是吗？对啊，我看他全都是装。他说可以，如果懒的话，懒得。现在铸刀还没出来，没办法拿侧甲侧他头，不然的话应该比较好掉，就把他头好掉下来。雷阿龙机是什么？解放一样上线。没拿鸟逻辑。五套是真大地风残，装备一装时可获得耐震三而三，二塞五风压完全无效，蓝血无效之效。什么鬼？可是要穿一装哦。我是可以做的，够做。只是差一个换鸟，换鸟笼而已。我要去抽奖了。真大地凤残。那现在有要打什么吗？等一下哦，我要看什么叫真大地凤残。耐震耳塞风压完全无效，但是哇，要穿衣装，要穿衣装才有。对哦，装备衣装十哦，可是你可以穿很持久的那种，好像持久哪一些？比如说是防耐性的那种啊，哦，但那种都很久。去验一下。那现在咧？没有打什么，就陪我继续巨魔啊。啊，可以啊。你最久的衣装是190秒，那么180。我要挖一下那个像啦，大乙种跟那个什么，谁要打先？鹿珊瑚的矿跟骨头。嗯，那这样直接超开吗？都可以啊。那给你开啊，我可以去你那边。终于可以去你那边了。大农卖炭。我先那个，我想杀五等的黑狼鸟。吃药药，没给你加油啊！哦，
我瞪眼连慢又可以加防御力。欸，吃猫的 KO 跟身上的 KO 会叠吗？会。好。欸，我不确定了，我不知道冰原有没有改掉世界的时候会。他冰原改了一些设定，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把这改掉。哦。阿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在那个超啊，我在那个熔炉那边，还熔啊。不然打阎王啊，我阎王还没打到东西，我缺手。缺哪一个部位啊？手啊。还有什么材料？看一下哦。是贝塔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贝塔。嗯。你要做阿尔法也行，阿尔法给轻弩重弩玩的，有一个特殊设计强化二。我靠！可是强化好贵啊。不是帝王吗？对啊，帝王啊。帝王手中有特殊设计。帝王阿尔法有一个特殊设计强化啊。阿尔法。嗯？是吗？对啊，帝王阿尔法，帝王阿尔法有啊。弱点特效2跟弱点特效1啊。你是要扫阎王呢？精英帝王呢？我看成胸甲。干。干嘛啦？给干啊！很凶哎。阎王的重壳没事，一定会掉的东西。这样就可以玩太刀了。九百防御力了。よろしく。我接吗？都行。你可以先进去了，我等下再进去。我转完之后就过去。还在转哦。我刚才转到一半，那你说就放开啊，又没关系，那个又不会。是哦。对啊。好好。我都转到一半就去找你们欸。因为想说转到一半了，好，再。多么伟大的情操！20分钟。那，来，我继续拿重物玩。输出交给你，输出交给我们。啊，你拿重弩，不对吧？啊？是。哇！猫的大毅力，猫的报酬金。好不灵哦！啊？哦，对耶，这样我就不用恨冷眼。你都有手套了。说那个他的手套很好，有个部，有个技能很好用。有手套啊。可是那是热环境无效不是吗？可以啊，很好用欸，那个就是不用喝热饮中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可是阎王烧起来也有用啊。不是啊，就是有热伤害无效。他你在他附近没有效。对。嗯，这打完你可以关台了。差不多，那是不是急啊？今天到11点，累了累了。今天开几小时啊？7点开啊。对啊，开够了。
超快过。可以直接开到12点拼拼那个多一下。是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没有拿好，没拿好就刷赛。丢包了，嘿、hey, 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那我早跟凡奇你好了，就要得病而已，对啊，我要直接开打吗？可以打，就是他，我现在要下去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兴趣，等你们，先用这个拉火好了，拉火一下。对，哎呦，看起来很讨厌。啊，找对了。太大声了吧！很会的。我在开台耶。啊。哦，抱歉，原来你在开台哦。完了。哦，抓到了。你这个格，害他，你害他少十个观众啊！哇，好可怜啊！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还没有。他到了。我带他去岩石旁边，敢动吧？我这是不是在挖尾巴、啊？东西。我回来找你们了。好，等你。啊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可撞，我没有石头，我有，但他想飞，哇，麻了，我晕了，太痛，太厉害，撞你撞你撞你撞，想去边边拉了。来了，我去边边了。啊，跑屁啊！因为他没有跑吧？他跑了。有了，有了，可以。我都射出来了。
再射一次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很奇怪？就这样啊。我感受到你就这样了，我来。该不会是蒙古人的歌吧？猜错了，江江国的语言，国歌，国歌，国歌是不是？你要捡核桃去打他了？他倒了，倒霉，他倒在这边啊，被我砸到的，是吗？那他走了。嘣嘣嘣！我又要让他不想起来，不想回去。哎、欸，车已经车哎、欸。嗯。撞死人。哎呀！哦。干嘛？缴款通知，不是的，中华电信通知您，请汇给我200万。我在追他了，好，还不给我追。好远！哦，我是不是还要自己去 Google 繁星的退曲？我已经不在退曲了，好吗？退曲是不是 ？Update 的有点慢。不是，我已经很久没在退曲了。看到了，他都这样子，可惜我对你。我最近都没有在关注你们。我知道啊。这还需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觉得我对你很好了。有啊。我找不到你。等一下。哎、欸。他现在是在 no no life 了。你要等一下。哎呦，在斗鱼好了。我在斗鱼是不是？对啊，还一期直播。到底在哪里啊 ？FB。我想看都不行、欸。FB。我的蓝色版吧。我还要自己搜寻。你是没有我的 FB 是不是啊？粉丝团，粉丝团，好像有、欸、粉丝团、啊，好夸张哦！你的 FB 是也有啦。你要撞我？我想撞啊！啊，一直被炸掉。我撞掉了，我没有那个手，我的错。不是啊，是他的火一直把我炸掉了，不是你的错了。下来了，我撞你，我撞你，我撞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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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哎，主街道，又晕了。他剩头没爆，翅膀爆了。启程。OK。你怎么上来了？我也想骑马。哎、欸，下来了！哇，太远了吧？哪上？上面？下面？哎、欸，这怎么在那边呢、啊？怎么在下面呢、啊？啊，什么深夜新面组？哎、欸，有睡过他了吗？还没。還沒那不睡了，他红眼了，可以睡
对了，好，标准结局。好哎，头好硬哦，脑袋装天了吗？你用龙疯了吧？还想要飞啊？那是什么台啤酒罐的声音吗？我是，你知道吗？台啤十八天，是插着嘟在鸡排上面的骨头，然后骨头碎掉再插着插到盘子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哎，他飞另外一边。哎，哎，直接被 gank 了。哎，他去哪里？他一定会飞回来，我跟你讲。不是，他的航道怎么怪怪的？没有没有，你看回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在那边？哪里？没有嘞，他在那个土石流爬到那个滚泥的地方。哇，还在装。哇，挖矿哦！怎么在那里呀、啊？顺便靠他几下，能走啊？我第一次看到他来这边嘞、欸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我的天！哎、欸，他挂了。他这边是要。不给下来。我记得每次降伞我都很怕死。Oh my god！ 完了，没有飞梭果。只有松掉下来了，谢谢晕眩，谢谢。他爆头啊！准备吗？准备那个吗？那个双剑戟吗？我敲啊！又下来了，又下来，下来。好爽啊！连 B 居然都没了，他会不会死在这里啊？希望咯。他看起来不会死在这边。加油！炸！再炸！再炸！再爆！有了，啊，炸完了。没了。可惜，连续两次已经够幸运了。我觉得这个重点太好笑。他飞的位置是不是不会回家？我去触发他，我去触发他。哦，我直接在家等他好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他下去了。好、啊，去去去。怎么有人跑去找猫啊？你这是想趴猫耶、欸、我也要。你该给我捞下去！你到底是在这边干嘛的啊？你在想谁啊？你呀、啊？我？你刚去找炎黄啊？我刚看你去找猫哎、欸。阿猫那边有一只不死虫，加一个。那个蜂蜜呢？来看他头的位置。这边吗？可是他可以等一下，一直挖到水，但水结果离不开了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吃很多。我猜。啊，你猜？很小。水上水上这个声音应该不是欧风机。好了，可以不要再那个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他醒了，还是哦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位置不太一样？对、啊，我刚以为他会直直的往前冲，结果他转弯。你行你来，不是啊，我就不是说他没撞到，我是我就说你行你来嘛。但我以后不撞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我曾经看过，我曾经在梦中看过这一招，厉害了，看你要换一个，预示梦，
有啊、哦，乖乖乖乖乖乖乖。我的，我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这突然爆炸。乖乖的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乖乖的。好。哦不，差点错赛。璀璨水晶是多璀璨啊！又一颗，气死！拜托，你在上位的时候，水就哎、欸，又一颗。哦，纯水晶。拜托，在上位就有的东西，然后现在还有，还在盯。给你的重可，全都是后流，一个重可就好。钢爪，钢脚，哦，有了，好了，你毕业了。哦，多尾巴、啊，太大声了啦！啊，什么东西？你嚼东西的声音呢、啊？哦，抱歉，因为这个比较硬啊。哦，我的牙齿比较弱。哦，请碾碎再吃。那你要顾好你的牙齿呢。老人的建议。你已经掉了一半了，是不是？我前面掉光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多人都是断门牙，因为门牙是第一战线呐、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断掉了，去补那个。真假的？我的门牙是假牙，两颗都是。我是因为咬鸡排、咬指甲咬到断掉。哇！指甲太硬了，坏习惯。没办法、欸，可是我改了哎、欸，可是最近又回来了。你的牙齿长回来了是不是？对。我的门牙，我只会伤到牙龈而已，因为我门牙长坏、长歪了，嗯，长太出去了。哦。呀，可以做手术啦。哎、欸，到底是说伽马还是阿法？走开！干嘛？啊，贝塔还是阿法？如果你要动作就，啊，贝塔。走开！嗯。啊啊！不缺动的话就，啊，阿法。我是缺动，所以我选。我选。这样。所以是做阿法，贝塔。这样啊，注意看一下，注意看一下。对啊，我说贝塔。嗯，好。聪明。聪明。跟变装备。解锁成就，珍贵宝具。对，钱做好的衣服的成就，现在还做。好了，我去观台。拜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，应该今天不会到12点，因为真的有点累。明天啦，明天礼拜五结束后继续开，反正隔天假日嘛，
那就是可以希望你们继续来看台来挂台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Thank you.